你，拢是你，你无代无志，我想要创啥？讲予我看到你的清气啊！若不是安尼，我阁会通对我家己讲，自从也是参照卡萨同款，这样尼爱我，你是安怎你要拄我，我对我家己讲你白话？ 啊！太好，是的啦，我真正唔知影代志会变成安尼，我拜托你，你别安尼自暴自弃好不好？你想要跟我走？你跟我想啊！我无想要看到你，我更加无想要看到你，好吗？你走！ 真正是遮尼无顺利，我今麦是要去倒位找人，我已经遮尼骨力，要把彩虹救在我的身躯边，哪会变作安尼？啊！ 是的，我把你杀跑脱啊！阿姐，我就是你走啊！我狠狠地听着你在哭啊！害你为着我这样伤心，真歹势。我就是你。 我不敢你都没付啊！ 我真正就介意你的，你敢知影？我常常看到子彤安尼对你大细声，跟你动作够共款，安尼喊来喊去，我就常常咧想讲，若是我是子彤，我一定搁较珍惜你， 心不收着啊，啊不过，还好，你的骨啊，拢无人看到，你对身躯边的人好，嘛无人敢去你。你敢知影？我真正足唔甘的，因为你待得够较好的。
咩事啲啊？咩你啊？你袂记昨昏的代志哦？昨昏咩代志？我想起来了，啊，失礼啦！我无应该饮到这么酒醉，搁对你做出迄种代志，我到底是咧创啥啦？你是无辜的啊！我还要啊！彩虹，我唔是无辜的，我本来就足喜欢你的，你愿意接受我，你都唔知道我有偌欢喜。怎样的代志？你唔免感觉自责，咱拢是大人啊，会发生这种代志嘛是足自然的啊。我袂感觉吃亏啊。唔是啦，我也袂当安尼讲啊。要安怎讲？光讲你要讲你无介意我。我，这无应该啊！你应该知影我。好，我无想要听到我无介意的话。你放心啦。你嘛唔免有压力，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，我嘛相信你的人品，绝对唔是迄种欺负查某人了后，就会甲人放生的渣男。不管后摆变作安怎，要是咱的关系变作啥，我拢相信你有拍算的。啊？什么咱的关系啊？就是比朋友更较好的关系啊，那不是？我你别烦恼啦，我袂因为昨昏的代志，就硬甲你绑伫个身躯边。我知影，你阁需要一挂时间去处理甲子彤的问题，我会耐心等你。你误会啦，我相信你一定处理阁真好诶。你先听我讲，看你的表情，你应该有听到我甲迄个防务员在讲话。昨昏的场面确实足歹看的，啊，不过我甲迄个白特助真正无安怎。我对不起你。妈的啦！我讲啥？拄只迄个小姐讲的话，我感觉着足见笑的。我应该是上理解你的人，明明就知影昨暗你啉酒醉，是因为你媳妇对你一贯态度，但是我根本都无在听你的解释。我伫华人面头前，甲你讲话真尔歹听。你会这样生气，唔就是因为你要紧我？我当然要紧你，但是我看到一种情况就讲起来。廖凯宏，你明明就知影我无介意安尼苦咧讲话。你刚确定你要安尼跟我讲话？是的。总共一句，昨昏不管是日时还是暗时，我拢是一个彻底分手。不要紧啊。你敢真正袂生气？我拜托你莫安尼好啊！昨昏我对你一贯态度，连我家己都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啊！你若是要骂我、要拍我，拢会用的。我拜托你，莫甲气过伫心肝内。
我看到你这么要紧我，安尼都有够。啊，不过安尼误会你，误会讲开就好啊。刚才讲是我先误会你的啊，我明明就知影，你为着要给我一个青叶的婚礼，你有偌辛苦。我明明了解，为着生活，你打拼到唔若人忝，心搁较忝。我煞搁硬要牵拖你到有闲安怎？我的巴掌实在是足的。是嘞。真是嘞。我不是啦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是对不起你。天搁较乌，搁较冻，也总是有天光的时阵啊。我相信，咱会连手牵手，做伙迎向阳光的。经过昨，我感觉搁有甲你做伙迎向阳光的资格。汉良阿姐拢已经跟我讲啊，你阁想要骗我？汉良阿姐是甲你讲啥？伊讲你为着要甲人抢男朋友，结果你竟然叫伊讲仙人跳，要跳上伊林子彤甲伊男朋友。哦，这汉良阿姐，阁讲要甲我斗三工啊，竟然甲我出卖。那不是我发现哦，我逼伊讲出来。有可能到今嘛，我还阁唔知影你竟然叫你的外国的蝶族。去替你做这种为非三族的代志，什么叫做为非三族？我这叫做拨乱反正。就看我这么好的查甫人，本来就应该配我这种天之娇女，哪会当委屈跟那种落难胭脂做伙？弟哟，你是想啥啦？你头壳是底啥啦？妈，跟我拍要创啥啦？拍你看会较清醒的无啦？查甫人连替你管的拢无资格。你讲什么？林子彤是落难胭脂？那照我看，因两个颠倒爸爸吧啦！参像伊这种查甫人，你敢阁有需要用心计较去抢啊？无猜你自细汉啊，我都予你学艺术人文，你拢白学啊！好啊，阿妈，莫阁念啊啦！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伊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，所以。我对有一种特别感情，这嘛是足合理的啊。盈盈啊，我话拢讲到安尼啊，你还搁在欺骗本哦？我就是介意开房嘛，介意嘛袂当用抢的啊，跳破人姻缘哦，会算七代呢。爸嘛是你抢来的啊？你好啦好啦。你要安尼讲，妈死啦！所以我即摆受到报应啊，你敢无看到？你今仔日一定要讲清楚，我是要讲啥啦？你还好啊，甲我交代啊，叫你不准甲迄个查甫人做伙啊！我咧想讲，客厅哪有人收量，原来是恁哦，大学长，你今仔日毋是要参加有新鲜订婚的典礼？时间差不多安尼，你要是无去准备，我惊你会袂赴啊！哎，伊我，你若是搁安尼继续想走囝，伊以后拢救袂转来啊！啊，伊就讲伊忝啊嘛。我着讲啊，迄个查甫人配袂起咱莹莹。你若无想要让莹莹一世人艰苦，那咧你就莫阁甲伊斗三工啊！赶紧想办法，甲这段缘斩掉。对，我知影。啊，不过上无即摆我伫个状况内，代志我能控制。莹莹个性你毋是毋知影，你若用个，伊根本袂插你。而且感情这款代志，你甲我拢真清楚。付出了，就真歹收回。能看输白输啦，找机会，偷偷甲伊扣去。